欢迎两位哈、啊。这个小片里面说他常离家出走是吧？对，他经常离家出走。啊，你统计过他一年走过多少回吗？他统计过，他，跟我相处这个一年半这段时间里边，他大概应该是精准估计是57次离家出走。57次啊，一年半啊，可以啊。我是想就是离家出走嘛，他每次都会哄我，然后有时候吵架没有台阶下，我就故意，我觉得还挺甜蜜的，所以我会计算。哦，人家把他当成甜，您都为什么离家出走啊，孩子？就有一次，我从小就学习不是特别好，不爱看书，然后他就嫌我不爱学习。因为他是学这个戏剧的，然后我就说那个抖个机灵嘛，我就说，我是俄狄浦斯王。然后他当时好像没大听懂，我就说你听不懂的话你就去百度一下，然后我就把他送上寝室了，送上楼的。过了2个小时。给我发了张照片，微信上一张照片，拎个箱子，然后呢站在那个学校那块说不行，我要回东北老家，我受不了了，我要回东北老家。为啥呀？他语气就是很轻蔑，反正就是我觉得嫌我没看过那个书，我学戏剧也不一定看过那书，我怎么知道那个鹅什么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呦姑娘，你这学戏剧的还真应该看看希腊的东西。然后我就看他生气了嘛，我就想也不能不管呀，然后我就骑着车我就去找他了，在那个学校门口那块儿，然后他拎个箱子嘛，他见了我之后态度立刻就软下来了，笑得嘻嘻。然后我就想女孩可能都需要哄是吧，就是说那个宝贝儿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跟你说，我应该就是把话说明白。然后我说西门那边新开家小吃店炸串挺好吃的，要不咱尝尝去啊。然后他就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把他就拉走了。我不是爱吃那点炸串，我是想他既然都来哄我，就代表他不是嫌弃我就没看过这个书，然后我就想万一分手之后他也很想我呢。哦，听明白，这我听明白了，为什么前面他要铺垫一下说我打小学习不好，你是怕他故意的？对，明白了。还为什么要出走啊？就还有一次嘛，他又是工作啊兼职，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一连打2个他都不接，然后后来我就离家出走了。不，这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就是我在那个一个网课公司兼职，我给做那个外包做绘图，然后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上班那个地方主管经常来回走，我那个工位地理位置特别不好，主管一看就能看到我。然后不是，你不用解释啊，不就没接2个电话，我问他为什么离家出走你还解释？哎，你是真惯他。你因为我觉得他又上学又干那么多兼职很辛苦，我就不想让他干，就借这个原因。他就是想让我多陪他，哦，就是想让我老跟他腻在一块儿，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我那天我就直接跟老板说，我说学校那边让我签字，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上午工资也没给我算，我就回去找他了。哦，然后所以你骗了老板走的？对呀、啊、然后他那个上班的时候电话没接嘛，他就给我发那个短信，还是彩信，还是那个图，箱子还是那个箱子，人还是这个人，然后呢就说我要走了，不行了，我要回老家，我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这也算是有前车之鉴了，然后我就去找他，还是就是原来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就是还是在学校门口。然后西门有家串吧，走。没有，这次烤地瓜你看啊，反正也是一个烤地瓜就哄好了，然后就惯了这个毛病，他就天天就没事就给我来一次，就像日常那种，说哎呀，今天可能说他吃饭没人陪了，然后我这边可能说还在干别的，然后突然就说还是同一张图，还是同一口箱子，还是那个人，我要回家。对，然后就是这个。那你还上了57次当啊你？就是其实吧，我感觉他偶尔耍个小性子，然后这么任性一下，我感觉挺可爱的，因为当时我跟他认识是怎么认识的？就是我把一个闲置的健身卡挂在那个平台上了，他要买嘛，因为是同城也不能发快递，他就直接先把钱给我的。我感觉这姑娘挺单纯的。我没直接把钱给你，就是画感画嘛。他问你买吗？我说买。我问多少钱？他说350，我就转给他了。哦。然后我觉得挺单纯，挺有意思的，我就说加了微信嘛，我就这么成了嘛。然后他就是，你要说真正平时耍小性子，我倒都能忍。就是他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无论什么事他都会给我来那套啊，就说他要走他要走。你像我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就是喜欢打辩论嘛，然后当时学院组织迎新赛，就是辩论的迎新赛。哦，你是辩论队的？对。然后那个我就在文学院，我就
打嘛，然后打完之后我就说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群，然后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加我，我是这个那个队长，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说。然后他当时就特别生气，直接就是一个箭步冲上台，把我那个话筒拿走，说不管不管，你们学长不管这个事儿，你们去找别人吧，他不管这事儿，你们加别人去，就这样，特别让我下不来台。我没有那么刁蛮，我就是因为他打辩论嘛，第一次穿西服，然后看他据理力争的样子，就觉得还挺帅的。然后他在中间就是说你们可以加我，然后那个小学妹就呼啦呼啦全都涌上去了。我一看不行，我就告诉他们让他们找别的学长负责。然后我就把他拉出去了嘛，因为人挺多的，还在台上，影响也不好，然后就把他拉出去了。我就跟他说就是讲这个道理嘛。他就不听，就在那儿哭，就一直在那儿哭。你不是讲道理，他就是过去就这样使劲拉着我，然后过去冲着，还气喘吁吁的说：“你凭什么能不尊重别人喜欢的事情？你凭什么否定别人热爱的东西？”转身就走了。说的没错啊，他出门的时候为什么很惹我生气？他就说：“你看你打这个东西啊、你也不能那个拿什么大奖，你也不能什么帮你升学，也没怎么样。然后还说不给钱，你打这东西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当时他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就没理他，我就走了。那我后来不改变想法，你打辩论赛不得过1000块钱吗？我俩去开演唱会了。就说这演唱会，买最后排的座看汪峰演唱会。一共4个小时，我听保安唱了3小时，就非得要去看那个演唱会，还是最后排座。完了，要是平时他要想跑路啥的，他都会给我一个明示或给我一个暗示，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行了，我要走了，然后那个你赶紧来拦我。然后这次好像就是真认真了，我想跟他发消息嘛，我说这事儿可能我态度不好，然后跟他那个微信一说话，我发现他给我拉黑了，然后就打电话也不接，然后我就给他那个寝室那个莹莹打电话，然后莹莹告诉我说他收拾东西就是要跑路了，要回家了，这回都没跟我说。我就想可能这回我是真把他惹生气了，然后我就直接打车去汽车站了，在那个售票处拦住他了，然后我就说不管怎么说我态度不好，也没跟你说明白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做了一个类似像协定一样，然后后来就把他哄回来了。那不是协定，是个骗局，他就等着我入坑呢。他说那个我要是能连续陪他去图书馆待1个礼拜，认真看书，他就打辩论的时候尽量少和女生接触。我那叫骗局吗？什么叫骗局？就是骗局是我知道你做不到。你就别辩论了，你说事实吧。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然后怪我给他找的书不好看。他故意的，他给我找了一本什么和鸭嘴兽去酒吧，我一看挺好玩的，谁知道是一本特别长的哲学书，我看了半个小时就睡着了。你真要命啊，你读个书读半小时就能睡着啊？那个哲学很难懂。所以你当时你信了吗？信了。你看他耍小性子啊，或者说这个发个脾气啥的，就是也就真是无伤大雅，都在我控制范围之内。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消费观念特别不一样。我其实家庭条件就是挺一般的，我家里每个月给我打生活费是800，然后我自己出去兼职做图什么的，我一个月大概能有1500左右能花。然后他就家庭条件比较好，他爹妈光给他钱就给4000，然后他没事还可以就是再要嘛。然后他就是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尤其是就是在买东西这上面，就是该买的买，不该买的还买，然后别人买他买，别人不买他还买，然后就是反正一个比一个能买。这次这个双11，他就跟我炫耀他买了30多个就是未收的快递，然后还都是没什么用的东西。那都是有必要，就像窗帘、拖把、水果刀，哪样用不着？你能用着？你大冬天买什么花露水啊？蚊子咬你啊！你要说你囤点日用品是吧？日化品，我其实也不能那么反对。就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什么睡觉闭嘴神器，我就不知道你买那个东西干嘛呀？自己有那毛病不得注意点啊！我舍友就说我要是高度紧张的时候睡觉说梦话，我不得自己注意点啊？他就总这样认为，他认为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不先想让我放松我再说梦话，他就想说我花钱去买东西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有个观念，就是双11啊什么这种购物大潮，如果我不买东西我就亏，买了我就赚。我拦一句啊，他花你的钱吗？没有。那就完了，你让他花去呗。
他真的心可强了。我想啊，我们俩每天白天他上班啊，或者他学习很累，我们俩晚上收拾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去一个环境好的点儿高档餐厅吃饭，这样就也能提高生活质量嘛。他就是想，我要跟你谈恋爱，我不能只花你的钱，我必须经济上跟你做到五五开。所以他就经常兼职，我就不想让他干。你知道人在外面打工很辛苦吗？知道。那你大小姐脾气就不能收敛一点？我钱是你挣的吗？我想你觉得什么呀？那钱是你挣的吗？你告诉我。不是。谁挣的呀？我父母挣的。对呀，那你嘚瑟什么呀？其实我觉得就是花钱没有什么，因为人家的钱是人家自己赚的嘛，爹妈赚的。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很懂我，因为男生可能都有点爱好，就是喜欢买鞋子嘛。然后我知道我条件不好，可能我攒呐，或者说我省吃俭用，我攒出一双鞋，我很高兴。然后他就说要不我送你啊，我感觉不舒服，我就说不用了，我自己来。然后他就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说，真的你买不起，你买个假的不也都一样吗？我感觉他就不懂我，因为这个东西，你喜欢的东西要靠自己努力才行，你直接走捷径我感觉这样不好，然后又一直跟他起这个争执。我觉得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不思进取啊，不上进，只知道花钱。我们俩也有就是很穷没钱的时候，比如说花超了，然后他那组拍作业，然后也很需要钱，我们俩兜里没钱，然后吃麻辣烫，吃14块钱麻辣烫，我吃麻辣烫他喝汤，我也能跟你做过那种生活呀。那你应该愿意做是他吃麻辣烫你喝汤啊。他这个人就很别扭知道吧，我就说你饿不，他说我不饿，然后一直到出门的时候他才说，他说那总共就这些东西两个人都吃了都吃不饱。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个效率问题嘛，如果说这个东西两个人一人吃一点，那不如让一个人吃饱呢。而且你是女生，我觉得我应该让你去吃。大体上面知道一点了啊，咱们不争吵，对不对？今天为什么来啊？因为我们两个都要毕业了嘛。哦，要毕业了。就是要毕业之后肯定要面临现实，然后他这个人做事特别没有规划，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可能走不长远了。哦，你想分手是吧？他就是上大学这段时间，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感觉性格很可爱，不加修饰，挺好玩的，有点傻乎乎的，但是还是挺好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我跟她处了一年半了，眼瞅着都要毕业了，她现在还有两门课没有过，好开心啊！就是我爸爸给我钱，他都会开心，他觉得我女儿需要我，我觉得很开心。我想就是能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我肯定是不会跟你回去的，然后他却一直要坚持要回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可能走不长了。听明白了。你说过去喜欢她是因为这女孩特别单纯是吧？现在还这么看吗？是单纯吗？还是挺天真单纯的。有点傻吧？都读了大学了还不知道怎么好好读书呢。哎，来吧，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女生你可能对于离家出走四个字有一些误会。走起码就是一天两天，但是你这57次的离家出走没有超过半个小时的，应该是如此的任性，如此任性的对待生活，如此任性的对待爱情，如此任性的对待自己的未来。男生57次为什么都没有离开他？因为你对待他的感情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来讲，这样一个女生带给你的生活是新鲜的，是好奇的，是未知的，所以你觉得哇好有趣。但另一方面你是自卑的，你整个的爱情过程当中是不管是谁错都是你道歉。参加辩论错在哪里？有很好的业余生活，业余爱好，而且是那么的积极向上阳光，喜欢辩论，我想问错在哪里？所以你根本就是无底线的去由着他的任性，不然的话怎么会情侣之间有一方会出走57次，而另外一方每一次都道歉，每一次都去追？就是那个狼来了的孩子，现在第57次的时候他不想来了，他要走了。你的57次出走
和他今天可能在现场一次就够了，而且你相信我，这个男孩走了就不会回来，无论你怎么哭怎么喊怎么追。而且像你这样即将要毕业的女孩，就要有青春的样子，有阳光的样子，有未来希望的样子。没有就娇滴滴的在那边，反正我爸妈会管我的一切，我男朋友我怎么样他都宠我。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主？什么是完整的女性人格？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路不同各自走好。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我觉得其实男孩，如果你真的是还爱他，或者对他还有一定的感情的话，你应该给他多留一些面子。其实我听到前面所谓这种各种分手啊，那就是大学生青涩的爱情里面都会出现的。但是我听到后面呢，我分明觉得你内心深处是看不起他的，你没有真正的对他做到尊重，你只是在哄他，但那不是真正的爱。你今天其实我觉得没有给他留面子，有点对不起他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对你那种比较单纯比较可爱的那种好。虽然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你，他不知道，你应该真是能够帮帮他，或者说你离开他就是帮他，你让他自己在学校里头重修那几门课就是帮他。他的确没你成熟，因为他有一个殷实的家庭给他了过度的爱，但他不太懂事儿，你应该帮他的。所以接下来如果要分手的话，你要跟他说清楚，他需要这样的历练，这次失败的恋爱会让他成长，让他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怎么去爱自己。姑娘，怎么爱自己？我希望你从这段恋情里头学到，因为恋爱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我相信你们这段爱情你是学的。
培养自己独立的能力，至少我们要去学本事，将来你还是要成为父母身边的大树，让他们靠。好吗？谢谢。姑娘，你正面临着双重威胁。你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其实，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我愿意跟你去上海，愿意多读书，愿意妥协，你想过娶我吗？刚才在化妆间，我看见你的化妆，我就感觉这个女孩单纯、善良、漂亮。我想，如果这个女孩能是我的新娘该多好。但是，我不知道，我如果跟你一块去了上海，我把你从你爸妈的温室拿了出来，我有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我更希望我的妻子能在我上班累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告诉我，你该起床了，上班了，而不是说多睡一会儿吧，今天别去上班了，陪我在家玩吧。三分天注定，对不对？七分人算计，我感觉我尽力了。谢谢。七分靠打拼是吧？三分天注定。哎，你很消沉哎，小子，平常心啊，因为财富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这个道理明白，一定要平常心。平常心是哪位老师？严老师说，平常心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慢慢来，一步一步的走，好吗？谢谢你们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来吧，看选择，请开门。就这边是意料之中，这边叫期待之中，因为你的期待是想看到一个曾经任性的被父母惯成小公主的一个女生，在最后一刻她捡起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自尊，她捡回了自尊，即使是在爱情当中，人也不可以丢掉自尊，在任何时候只要你还有保有自尊，其实就给自己留下了希望和前途。最后就是要祝这个即将毕业的这对年轻的朋友走入社会的时候能够挺直胸膛，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坚定地向前走。好了。